这是一个应有之义，理所当然的事啊。对一个国家的国旗国歌要有起码的尊重，要定期和一些重大隆重的场合来进行升国旗和奏唱国歌的仪式，大家都已经深入骨髓了。但因为我去到，我亲身参与其中，我就了解到我们国家真的是在举全国之力为一个目标去奋斗。我觉得我们的未来不应该是打杂，我们的未来是要打拼出来的，然后每一个人都应该有一份自己的责任感。凡是别人做过的，我们中国再去做，在别人后面做，我一定要比你好。第二，我总有几件事情你们谁从来都没做过的，我要开头做。那当然中国的未来是可以想象，肯定是好的，世界的发展不会把中国撇下，中国本身也不会不顾世界的发展而固步自封。作为共和国的同龄人啊，我愿意随着国家一步一步走得更好。我坚信京剧的未来会越来越辉煌，祖辈们已经会非常辉煌了，今天怎么样，即使今天依然精彩，今天精彩怎么样，我们的未来更加光明，更加灿烂。我是日以当夜，夜以当日的，一生使中国的美变为世界的美，使西方的美怎么变成中国的美，而这样使人类思想文化前进，这是我所做。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。